Hello， 大豪奇，那么今天就来上我们的皇室战争了。那今天的话，继续来一下进化的起源选卡模式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模式呢，就是尽量选一些就是自己比较会玩的吧，然后把比较不会玩的给别人，高费就都给你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头毛手给我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冲锤给我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古巨人给我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其实是蛮喜欢古巨人的，其实古巨人的话，以前真的很喜欢用，因为他的那个炸弹啊，真的是蛮机车的，真是机车到一个不行。我很可以跟大家讲，真的是机车到一个不行，因为他那个炸弹真的很痛啊，要有多痛啊？大概比被那个大刮刀刮到一样痛。右边靠我们古巨人那个炸弹应该就解掉了，然后左边这边就 happy 应该啦，对，这边应该是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happy 有了有了，还是有 happy， 还是有 happy， 我们这边还是蛮爽的。而且嘛，这边因为不是头毛手，所以他们投不过来啊。舒服，哦，咬到了，咬到了，全都锅盔古巨人的威力，完了。但我觉得这边完蛋了啊！知道为什么完蛋了吗？因为我没有什么对空单位啊。死地头又被炸烂了哦、好像也还好。啪！哦，女巫不，被弄到了。地震一下。完了，我是不是没有震到那个啊？对耶，我没有震到那个房屋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就无敌了，呼呼，无敌了。好啦，右边没了。砰！其实是撞得下去耶，原来是撞得下去的耶。我之手，我看到那个。古巨人的那个炸弹啊，就真的猛到一个不行不行，猛到一个不要不要，超猛炸弹，出发走起，被拉掉了耶。地震法术好像也是蛮厉害的，来啦，皇家橘巨人，挥掉挥掉挥烂，哇，哦，这个全部炸死，嘿嘿，没有。他居然没有全部炸死我以为会全部炸死，居然没有哇哦！好啦，左边这边耍霸气了，让他去了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， 谢谢大家，嘿嘿。这就是骨之巨人的威力，好不好？骨之巨人 ，nice！ 我从以前就到现在就是很喜欢他了哦。这个进去基本上就是碰个稀巴烂哦，砸到他们家哦，叫妈妈这样子。有人跟我讲说有骨头巨，有那个什么小兵就给他哦。然后我们这边用一个阿伯，哇 ，X 弩这个吧。哦，有没有那个骷髅小兵就给他啊？我会不会待会就直接被打烂的？也是有可能，好不好？也是有可能，搞不好他那个骷髅小兵很会用，好不好？也是有可能他很会用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完蛋啊！我怎么这么一大堆这个莫名其妙的鸟东西啊？噔！这个大炮好像还不错对吧、啊？这个大炮好像还不错说真的。锤烂！
这个。然后射烂。哦呦，哎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哥布林，喂，舒服，哥布林，猛哥，猛哥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好厉害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也蛮好用的哦，走起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走错边了，完了，这加农炮是真的干了好事情，不错。他这不玩了，他不玩了哦。对，他不玩了，他不玩了，他放弃了，那就不后艺术了，各位。哒啦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好久没有玩这个骷髅头了，满满骷髅头，密密麻麻，哎呦，这开演唱会啊，好可爱啊！没问题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轻松获胜哎、欸，一下直接赢两场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先当做那个为选卡模式练习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就是你把那个小骷髅兵给对面，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一颗是滚筒，哇，圣水跟这个好了，我觉得那个圣水哥伦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很不会用，我们还是不要用好了，好不好？超级骑士应该还是比较适合我们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很多那种就是那个、欸，哎呀，居然是骷髅兵的这个进化吗？来啦，先打烂你！来啦，先地震！哇，啊没赚很多哎、欸，哭了。哎呦，干嘛啦？一直来这个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完蛋啦？我一直在被他，一直在被他耍鸡巴哎、欸。真的真的，我要完蛋了。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玩这个。圣水的这个面到这个更圣水什么哥伦的时候，我每次都爆开，那也没办法，完全是有问题。哦，但是不一定哦，但是感觉好像是他爆开来哎，对吧？好像是他爆开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不好意思咯。那个圣水哥伦三废了，那边给他了，那边给他。哎、欸，他被我们那个嘞，被我们的骷髅大军直接造那个教育一波。我靠，什么东西？对吼，因为刚刚是巨人跟那个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赢了。你看我们旁边那个骷髅。我摇滚骷髅大军，哎呦，哎，蛮强的、欸。说真的，那个骷髅大军蛮强。哎、欸，今天什么？骷髅派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今天我们打了几把，全部都是骷髅派对、欸。哎，刚才画面好可爱啊！我的天啊，骷髅派对，太神了。哦，不过那种组合感觉就是一般来说，这种地方应该都玩不太起来哦。就没办法玩，欸、为什么我其他都拿到，就这个鱼大师一直还没有拿到啊？好扯哦！哇，太爽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基本上还剩下几个小时，就是我们这个主题赛季 B 的这个即将到来了哦。那大家会怎么样选卡呢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哦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基本上大概知道会怎么选了，基本上是选一些就是。自己比较在行的一些卡片，然后就让别人拿一些就是比较高费的或干嘛的，应该会比较嗨啦。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个一费骷髅兵刚好啦，因为我们刚刚右边的话这一拖拉苦进去真的是太扯，尤其是那个什么，我觉得真的就是超级骑士真的还是一切的关键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彩排姐姐喽，大家。
拜拜喽。